大家好，我是黄林。今天要带给大家的影片是《病原体危机》的阿巴斯的单刷通关影片。那我先说一下我的大四点，我大四点是这样点的：这个不点共生体是因为这礼拜那个3+3利维坦还有残暴虫是没有用的，所以这边不点。那因为其实没什么资源去升级，所以我这边点比较少，我是这样点的。那大四配点部分大概是这样，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的战斗录影。在读取的时候，我稍微说一下那个黑暗疫病是干嘛用的。黑暗疫病就是敌方单位会有几率33%的几率，就是有疾病。那你打死这个单位之后呢，他就会传染你这个病。被传染病的人的单位就会开始扣血，扣到死之后，死的时候病会再传染给别人。所以说，中了黑暗疫病的单位要看一下是要送掉还是远离其他单位。不过这个道理并不适用于阿巴舍，稍后我们从影片中就可以看到。指挥官，好，我们先开启生产我单这位。边好一阵子了，好，看电话亭对刚方通电视种直族播厅，是神族。真的有点糟糕。如果你不是幻觉的话，报告好，通那话，这个礼拜有人在干平扰常最我近们你使们用的的作业，是蟑可否螂处来理一下勾吗？引对方单位来踩地雷，但这礼拜要使用的是防空。防空有，为什么要使用防空呢？有。这个礼拜绝对是防空比较好用，因为第一个防空比蟑螂便宜一点点，系数快；第二个是防空血比较多；第三个是防空不吃生物质，因为我们这礼拜生物质要全部留给宿主吃，如果用蟑螂勾引会吃到生物质，所以不用蟑螂勾引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防空，它的使用者付费只要1块钱，如果是蟑螂要4块钱，这差距实在是太大了。所以这礼拜使用防空来勾引敌方单位。好，这边我下了瓦斯，因为我这边是要输出那个宿主的，所以我这边直接下了一个瓦斯开始产。平常是输那个利维坦或是猛兽，那这礼拜就宿主。因为单刷会遇到的问题就是，有时候你打对方单位打太久，没有时间去推进，然后对方的那个采集艇就已经出门了。所以说，要尽快的造出速度，赶快去推进，有空就推进，不然真的会来不及。好，这边防空塔已经好了，开始勾引敌方单位来踩地雷。第一个采集艇的地方的吧，啊，勾引。我们的基地遭到攻击。第二个就这边。好，那这个黑黑的追雷就是他有病。哦，然后那个防空塔有个好处就是它。因为它是建筑物，所以不会生病。好，这时候对方兵已经出来，不过还有点时间，所以我跑去再继续勾引别地方的。那这个王虫先飘走，因为我觉得他们可能会被打到。好，勾引，这边赶快开矿。这边勾的不是很好，都跑过来，至少满场逃窜。然后他真的跑去打我的王虫。就没办法，就只能继续勾引。我这边等一下，一有100瓦斯就赶快下那个橄榄槽，赶快造出宿主来。我这边还没在造，还在发呆。欸，好炸！这边矿也开起来。哇，这哨兵还没死，再去勾引他。然后这个因为会比较缺瓦，所以瓦斯要先挖。好，这边也勾掉了，接下来剩左下角那边最后一个点，先去买地雷。哦，然后这边橄榄槽已经好了，我要所发送以第一台采集艇可了，以赶快造这是我宿最主。爱的一台，千万要保护好哦。然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，就是因为这礼拜要手动把每次的那个进化把它关掉，不然然后时间到它就会进化。坏蛋来了！它这边有一只。他们叫什么名字来着？观察者在这里飘，这个地质往前爬，然后这边继续勾引下面的怪，啊，这边我们那的基个地遭出到来，攻击，赶快把他的进化点掉。
进行治疗。啊，踩也没踩到，又要去重新去勾他。这边勾的人不太顺利了，爹也被打掉了。好，这个赶快去，赶快去吃生物质。只要护送采集艇回家就行了。一半，赶快开始推阵地，不然到时候会来不及。我这个时候是因为卡人口，不知道干嘛，只好升三本，反正就赶快升一升。高兴能见到你，满心欢喜欢迎你，耶耶耶！贝尔是说，很快就其他永元可用了，别怕，只有我能听见他说话，你听不到是正常的。三本升号了，不过我并没有要速攀什么科技哦。三本只是因为刚刚为了把资源花掉去升级的。好，这边顺利的推点中。然后另外说一下，这礼拜尽量不要用 F2A， 因为如果 F2A 的话，那个速度会跑到前面去，然后就会很容易就会中疾病，所以要最好我建议是速度用 A 的 A 点地板，然后点后面。因为他宿主的机制是说，只要单位内有怪，他就会去打，他就会放小虫去打，所以你就算 A 的是他的后面也可以。小心控好宿主，尽量不要重病。重病虽然其实对阿巴社来说影响没有那么大，但是其实也蛮讨厌。等一下重病，我这一场有重病，等一下稍后重病之后，大家就知道是为什么。好，这边也吃满100生物值，有两只100生物值的宿主，这边其实就很稳。这个时候可以在他们身上埋地雷。好，第三只再去吃生物值。盟友的部队遭到我们的基地遭到攻击，敌军朝采集艇发动攻击。好，拜托一下，你就不能好好砍怪吗？敌人开战了。啊，这个像这种，如果宿主离小虫子太近，要赶快拉开，不然你看像这中间这边有一堆重病的话，很容易就会中了。这边就全部都有病。盟友的部队遭到攻击完成。哎，指挥官，我的采集艇被打了。哦，刚爆了一个地雷，造成大量的伤害。记得陪在他们身边，别离得太远。然后这个时候，这边里面有一只混了一只引刀在偷看。单位建议进行侦测，敌方军队这组合里面有引刀，其实还蛮讨厌的，蛮不太好出。还好他还有电脑比较笨，喜欢砍那个蝗虫。你看，他们回来了。这边有一个防空，我那个时候没有注意到，我跑去变那个野虫。那小虫子放出来，尽量。宿主要跟小虫子保持距离，因为小虫子通常常常身上都有病。好，这边惨了，被追着，被引刀追着跑，把他踩到地雷。研究。好，这个时候有点空了，赶快再去推阵地，不然会来不及。好，这王虫姗姗来迟，不知道是来干嘛的。我这个时候终于想起了这个防空的存在。好，埋下地雷。然后赶快去推阵地，有钱的话可以再招一点兵。我这边我有升级那个，先升级这个也是因为我知道这个组合后面会出空军，所以我先升了一下。如果对方没有空军的话，这个可以其实可以不用升，可以先不用升啊。有的 AI 组成是纯地面的，就不用理他。好，这边因为有点多余的金矿，所以我造了几个。工兵想要来造那个地刺其实蛮有用的，它可以极大延缓那个对方攻击过来的时间。好，这边终于想到这只网虫，我把它拉过来。出发喽！好，现在就是大家为什么说不要 F2A， 因为它 F2A 很多人看往前走，我记得这边可能就会重病了。印象中啊，你看 F2A 到这边，然后这个死了，
哎、欸，哦，差一点点，差一点点，啊，中了，中了，所以说没事 ，A 不 A 这要往后面 A， 不要往前面 A 啊，这边中了一只病就很烦。好，这个时候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，刚刚虽然有病，但没有扣血，这是他一个非常奇特的机制，就是阿巴瑟他的攻击会吸血嘛，就是生物质的功能，生物质的功能。那这个病。他的判定是打自己，所以如果是100生物值，他是自己打自己，然后吸100%，所以他完全不会扣血。大家可以看，如果是你看这只是100的，所以他完全没在扣血。这只没有100，那那血慢慢的在减少。这个阿巴瑟真是超英霸的，哇，越来越多重病了。只要你100生物值，就完全没有任何影响。所以说，你发现你有病，然后又生物值没有100，赶快去吃满就没事了。真的是超级无言的一个设定，这边还没满。那虽然如此啊，我还是觉得重病的保险期间还是可以跟其他的分开，会比较好一点。不然像你看这几只小的，都还没什么生物值啊，等一下要是重病了就死光光了。这边其实再这样往前面跑其实很危险，最好还是不要。我现在这个时候我在游戏里想的是反正我100生物值不会扣血算了，就不理他，也没有分开。但是后面我想想觉得不太对，后来最后还是有分开，不然这其实真的很危险，就是没有100生物值。好，这边没事就开始清阵地了，小黄虫满天跑，满世界跑，反正满地生物值了。但是因为这边虽然满地生物质，但是我不太敢去捡，是因为前面这边很多蝗虫很多。等一下，如果去捡生物质，可能就全中。哎，他死了。要捡生物质，要等这些小蝗虫全部死光才能去捡，慢慢要有点耐心，会比较安全。他们看起来不怎么友善。对方的大军，这局波我记得还蛮多的，超级多，这边会打很久。这边我有埋地了，但好像都被打掉了。我可以稍微往后退一点，尽量跟蝗虫保持距离。你看这个都有病，很可怕的。其实没有往后退啊，你看没有往后退，马上中招。看一下这边有没有60。36，这都很危险，所以这边赶快要赶快去吃生物质。像这只，我就赶快拉一次生物质，但是往前线跑实在太危险，后来就挂掉。应该拉去这边吃的啦，我那个时候没想到，反正我就让他去到处跑。这边因为单位太少，可以打很久，因为我这边的话有一群生病的在这边打，在这边推阵地。这边也要赶快推，不然等下那个采集艇出来再推的话就来不及了。反正这边只要顶得住就好。这边我这么多，还有地刺，所以其实我是不怕的。螳螂队这边也是顺利的在推进中。后面我记得这差不多这边我就把他们分开了，就是有生病的跟没生病的。那这只其实应该赶快去吃生物质，你可能没注意到，然后他就挂了。这边我因为钱太多没有金矿，我就升了地刺来挡。这个其实很重要，因为如果没有这些地刺的话，等一下两边一起来可能就会爆掉。好，这个时候我开始要把这些东西分开了，所以我就放他们出去了。中了病啊，用花手术把他们分开，有点麻烦。最好是都不要中。混蛋！我看到你们了，指挥官，他们打算攻击我的采集艇。还没有分完，对方就来了。好，这个时候才分完。阿巴瑟真的是太英霸，中了病不扣血。哦，这边有一只忘记关那个终极进化，就变成。哦，你看这边又 F2A 了，所以它往前走。
但是因为反正都已经中病了，就没差了。突变完成。左下这边也在打。反正只要生物值够多，就分两边打没有关系。然后埋下地雷，这礼拜用阿巴萨有一个好处，是因为如果你单位放得好，你速度位置有放对的话，反正对方过来他会自己放小虫去打，就不会扣资源。我这边因为位置没有站好，所以那个彩艇差点爆炸。我这边其实这样很危险，因为随时有可能会有重病。刚那样子其实真的超级危险的，其实当下没想那么多。啊，这边又有一只那个引刀偷砍，赶快跑！我有一只好像要被砍死，啊，真的被砍爆了。这个其实也很危险的，如果那个引刀身上，你看引刀身上有病耶，所以我这边就有一只中，防隐形没有做好，所以就是现在要把这只分出去。我这边有多的资源，赶快就盖彼此拖时间。然后这只新生出来，我把它设在这里，然后赶快把它的那个进化把它关掉。采集艇平安归来了，贝尔什，看来这边是生病群，各种生病。这边是健康群，正在推阵地。其实这些生病的可以拿去打额外啊，那个时候没想说问问过关就好了，没有想没有去打额外，不然其实应该是可以打。额外不知道还剩多久。是不是可以看？看敌人开战了。这时候额外没出来，所以其实我这个时候可以去打额外。哦，乖宝宝，乖宝宝。这群其实可以去打额外，这边就其实这样就够了。我快要收集到足够的碳化氢了，加油，指挥官！看来他们又抓到一头翔翼兽了，指挥官，你知道该怎么做？好，这边再继续补第四，然后其实要补一个防空，因为对方会回引到。请尽快救他出来。然后这边也是补下第四，拖拖时间。哦，这是最后一波了，只剩下我孤孤单单的留在宇宙的深处。来捡生物，满地生物质，看了超开心的。这礼拜点了那个双倍生物质之后，生物质超级多。我这边是已经都吃满了，所以吃不到，已经吃饱了吃不下。这边有在升那个攻防，我这边好像已经要升满两方，应该已经三攻了，看一下，对啊，我三攻三防。后面其实就很平淡了，就是。速度无限小虫子，然后就结束了，真的超级稳。阿巴瑟银霸，采集艇出动，小家伙，我先把防空爬过来。老爸爱你们。速度躲在地势后面可以撑很久。指挥官，注意了，我侦测到敌军。要当路霸的话，其实都可以直接埋地了，这样他就不会乱动。我们的基地遭到攻击，我们的基地遭到攻击。这个基地很危险的，不应该出现在脸上，应该要在后面一点。我们遇上敌人了。好的，我们的基地遭到攻击，稍微往后撤一点。好，这边有引刀在偷砍，还好我有一个防空。我们的基地遭到攻击。指挥官，贝尔什翔翼兽很快就要死掉了，再不快一点，对方这个单位根本没办法
跟那个宿主小虫对抗。好，不过这边因为他凤凰多，所以他把我一直抬起来打掉，所以他好像有引刀在偷打，我赶快往后传送，赶快绕跑，让我建筑物去扛伤害。其实阿巴是蛮滚雪球，只要你数量够多之后，你根本不用控，你也不会就不用使用者付费，就是一个良性的循环。如果生物值很少的话，那个宿主要一直往后扯、往后拉，因为怕他生病，所以就会一直花钱。只要所以前面有打好的话，就是数量够之后就完全，你看这边都没什么在控，这样就是非常顺利。然后就可以有一直有钱可以造兵，不然有时候打得不顺的时候，像我是攻防根本没有资源去升，然后我地上一堆生物值，但是我没有钱造兵去吃。那这场是打得还蛮顺利的、啊，因为这 AI 其实蛮好打的，这边你们都可以开心的吃一些生物值。好，对方最后最大的一波兵来了，遇上是茫茫多的虫海。因为这边我只有用一部分而已，生病的那些我没有生病的那些宿主在别地方。我们的基地遭到攻击，突然想到我就是讲了整场的宿主，我们遇上敌人了，宿主是但基本上我玩家在用的，他的话应该是说百神兽，对啊，是百神兽。因为我在 NGA 论坛发文，所以有时候要根据用他们的用语，不小心就影响到自己了。然后这边清了七七八八，这场就这么快乐的结束了。我们的基地遭到攻击，我这边有引刀在偷卡，引刀真的超级棒。好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。如果觉得我影片还不错，可以订阅我，谢谢。